随着科技的进步，越来越多的未来科技进入人们的生活。 VR 技术已经存在于人们之后当中，并且现在动物也开始体验 VR 技术的好处了。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冬季漫长而又寒冷，这会影响到奶牛产奶。为了防止奶牛患上冬季抑郁症影响产奶量，俄罗斯人新生妙计给奶牛戴上特制的 VR 眼镜，通过 VR 技术可以让奶牛在冬天的时候感受夏天的田园风光、绿色的草地、一望无际的树林，还能听到鸟儿的鸣叫。戴上 VR 眼镜后的奶牛生活质量瞬间得到提高，牛奶的产量甚至是质量都会显著增加。俄罗斯农业部表示，开发者们希望能够扩大这个项目的规模，并使俄罗斯的乳制品生产业更加现代化。尽管这曾受到了美国农民和专家的质疑，但使用 VR 眼镜确实可通过技术减少奶牛的碳足迹，并使农场管理更具可持续性。